自己作恶多端，啊，还以为自己所行呢都是正法，啊，可以对治天地神明的。这个恶很大很大。 这个小注里头啊，说得很好啊，天地无私，神明正直，顺己逆凶，其应如响。这个四句话，我们要牢牢的记住。前面我们读过，聪明正直之为神。 你真正明了之后啊，才晓得我们做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天地神明。佛家的教学，我们在讲席里面讲的很多很多。 啊，诸佛菩萨教学的内容，不外三桩事。啊，第一桩事教导我们人与人的关系。啊，我们应当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？啊，顺，这个顺。 里面的学问就大了。世法、道德、仁义礼，与这个相应是顺的，你得的是福啊；与这个相违背，你所得的是凶灾。 这个诸位也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啊。如果我们头脑清楚一点，现实社会里面尤其显著，但是也有作恶的人，他现在享福啊。 行善的人啊，现在在受苦受难，这又是一回什么事情？于是我们对于善恶报应，就存了怀疑的态度。啊，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明白：作恶的人现在还享福。 是他前生修的福报大，他的余福没有享尽，啊，是这么个原因。修善的人呢，现在还在受苦受难，他前世所修不善的余殃未尽。 因果通三世啊，要懂这个道理啊！所以佛在经上说：“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”啊，今生所受的，前世所修的；欲知来世果。 今生做这事啊，我们在这一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现在是造因了，果报在来世啊。啊，如果这个因力量很强啊，这一生呢也能够得报。 啊，你可以努力去修，现，你的命运会转掉啊！大家读了凡四训，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啊！了凡先生前世所修的善不大啊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努力修学。 这一生呢，就改变了。佛家常讲的“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”，他这一生就转过来了。这一生转过来，在佛家讲是花报啊，花报好，花报殊胜，他来生的果报，那可想而知。 来一生的福报，必定比这一生福报殊胜多多。啊！如果这一生作恶而不改，纵然过去生中的余福啊，还能维持衣食不缺。 这一生寿命尽了，来生的苦报啊，就不堪想象了。啊，世间人有几个人想到这个问题呢？不学佛法的人想不到，你跟他讲，他也不相信，他也不能接受。其实，真正学佛的人。 又有几个有这样高度的警觉性啊？为什么提不起警觉？迷于现实环境，这个很可怕，很可怕啊！所以为什么经天天要读，道天天要讲，没有别的原因呢？ 唤醒我们觉悟而已啊！自己做错事不承认啊，还可以发誓赌咒啊，祝佛菩萨神明来给我们做为证，哪有这种道理？ 这种的心行，极大的恶啊！天鬼神来给你做证明，证明你作恶多端，证明你作恶不知悔改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